的，因为以前的日本人来神社那个参拜的时候，要先沐浴提神，但他现在你不可能在这边洗澡嘛，对啊，所以说就哎，我是双手合掌拜，然后漱口，所以我现在跟你说的话都是一些真话，对，就表示说那个我来跟好好的跟菩萨那个神明讲的话都是真话，我干净的，沐浴净身的那种象征的意思。洗完手以后，刚想讲洗完澡以后，洗完手以后，我们就上正殿。我们上正殿，那个柱连神啊，柱连神跟鸟居的故事，等一下在车上比较有时间，我在车上再讲好了。不然的话，在这边那么冷，大家在这边罚站啊。然后就进去里面以后呢，就是二拜二拍再一拜，然后右边那边就可以买东西。好，我们在这边解散，10点上车。